观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看正言上人那旅足迹。回首当年，在2001年接连发生了许多天灾人祸，在台湾有桃枝风灾、纳莉风灾，而在美国则是发生了9/11事件。当时慈济基金会期盼能以爱的力量止息天灾人祸，并且化解人心的对立仇恨，因此在全球启动了一人一善远离灾难爱洒人间植福田募心运动。在当年的10月13日，由应顺导师引领着静思精舍的常住师父步出山门，带领大家共同祈福，发愿世间祥和，无灾无难。现在，敬请快来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很快时间就是这样的分秒分秒过去了。秒是很短暂，但是呢，我时常都说秒我们要好好的把握，一切呢都是时间累积。人间啊，有许许多多的感人、悲伤等等，很多的人世间不一样，很多的不同的故事，最后一个字，那就是苦啊。纽约啦，它双子星大楼，因为那一栋大楼呢，是世界真多真多人在那吃工，在那做生意，真多办公拢集底下。突然间呐，双子星大楼就被飞机撞了，这。一次再一次，一连串两次，在那样损失的人呐、很多都是呢精英，拢是全世界要来遐办公，要来遐做生意无一个啦。瞬间呐、生命多少在那里呢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总是呢，慈济人在当地马上启动救灾复位，一直到了要要复位遐个人，大家人来找因的人，去当村，还阁碰到一张相，要来问啊，问。你有看到这张相的人吗？因为找不到，是生或死都不知道。这从各个国家要来找他的亲人，也许找儿子，也许找兄弟。他呢，总是捧着这一张相，
看过这个人吗？阿尼呢，在迄个所在呢，伫咧寻觅的。请大家要小心，因为这个时候是大家都会很乱，还是那种的时机，要关心整个社会，美国的整个社会的状态。好，看有什么就赶快跟本位联络。好，看看需要台湾怎么样的协助在。好，评估一下哈，好，大家保重，要注意哦，要活动也要注意哦，哈，好，祝福大家哈，好，不管，好，什么人都有。那个时孙公去住在前下，那个时呢，我要推一人一善，那就是师徒之间啊，很感恩啊，这金色里有我的师父来带着多孙啊，要去一人一善。主公把他所种接给了徒孙，他们呢也要启动。那我在家呢开始出门，这种同一个时间可以呢这样爱的传承，就如这一个这精神啊，就是这样的为佛教。为众生，今天我是下水华的呀，能够参加这个最难的、最使人欢喜的法会啊，这个大家都知道的，这个松心啊。就是个爱心。我们个爱心啊，就是要对他人的一种怜悯，看到其他种种的困难，是不容易的事情啊。就能够引起这一个悲悯心啊，就是爱心啊，引发那么去相信这个种种方法，减少他的这个苦痛，除掉他的苦痛，使大家能够得到啊，在这个现实世界啊，得到啊好好的。算过这个生活啊，过好好的这个日子。一天一路到了台北，关渡在那个所在暗时，我徛在二楼看落去，现在大爱台，所以呢，我伫旧的咱慈济迄当阵的小会所。徛伫楼顶面呢，看落去啦。迄一天，就是要甲纽约呢互动视讯啦。纽约是早起时的7点，我徛伫迄个楼顶面，杜隆咚
从高雄北上。那在咱那个广场里，这张树仔卡吊一粒钟啦。这个所在，钟声一拉，钟声响了，迄个时间，纽约啦的画面出来了，开始了，就是画面都出来。愿王者临安，生者心安。God bless America。全体顶礼施工上。我来到台北，看到施工，他也在金色里带着要去一人一善。我师父短短的六个字给我这样的精神，为佛教而建立了慈善。因为有了慈善呢，我们要建立医疗，从医疗呢需要教育，从教育呢我们呢需要人文。所以呢人文呢可以呢在全球里这样传开来。今天啊提倡这个大爱啊，哎，慢慢的说这个佛教的，特别是佛教的弟子，深深的感觉。所以希望啊，大家每个人都能够啊，对这个去体贴、理解，想到了这种追求这个样子啊，佛法就济世界，佛法就度众生啊，去救助他。所以说，这个是一种。减少苦痛的，减少苦痛，啊，不是彻底的，了生死的下车。但是啊，对写着的人生来讲的话呢，那是说没有比这个要紧的啊，因为这个众生，我们每个人啊，生在人间，啊，遇到苦痛的时候啊。啊，种种各式各样的苦痛啊，当然贫穷啊，去救济他。这贫穷，这贫穷也是一种啊，苦痛当中的一种啊，有其他种种的。所以，要有苦痛一辈的救济啊，要有文化思想啊，去启发他们啊，文化啊。众生方面啊，这工作啊，都是为了这些爱心啊、慈化啊，要救济众生，所以大家还要都爱啊，是这一个心啊，大家是这些人可以欢喜啊，从小到大那个算这个欢喜的心啊，希望大家啊。这个多不多是佛法里面的慈悲心啊，就是都是爱心啊，不对自己啊，多多啊为众生传讲啊，能够说这个佛教啊，说自己的这个道心啊，自己修持的功德也一天天增长，使这个佛教在社会。一天一天发芽放大啊，这个是真是好事情啊，恭喜恭喜啊，就这个一切。施工就是在花莲，我是上有福的人啊，也当晚年来啦，伫遐花莲，咱有医疗等等啦，
啊，咱种虾呢，师傅们也较侪，徒孙较侪啦，所以晚年呐、啊，他去花莲段。这就是在大厅里那一幅图。这地方是什么？这是病房。还会痛吗？扎针，扎针的。到他最后这一段的人生，也是呢，花莲的医疗，花莲的总是呢在精舍里的病医，到最后一口气哦，我还搁在咧早会。早会一落来啦，开始病院就通知咯，讲叔公现在是在泌尿时间，我安尼赶紧哦落来，伫早会一落来啦，因车传好，甲我载去，快步行，行到眠床间。脚步都停下来，靠近病床，我蹲安尼压落来，甲讲师傅，我到位啦。一位医生王医师，就是主治医师，那站伫迄个床边哩，我安尼弯腰落去讲师傅，我到位啦。他呢？就看迄个生命迹象的迄个吼，那时光很安详的，就是好像一个反应啊，就安尼。王医师他就说，时光已经走了，很平安呢，很平稳，很安详，就安尼。单告师父这一刻，就是这一刻，弯下腰，甲讲我告位啦。那这位医生呢，看到手这位医生啦，他就说：“哦，师公现在已经开始走了。”这都是吼、师徒之间呐。最后他也留到了差不多是几秒钟，我到位脚步跳在弯腰，感到安舒服，我到了，就生命线呐、啊、就把你停落来了。所以我感觉我是真有福。得做告慰啦，总是听到啦，就是那样那样的安详就过去。到这个时候，该平息啦，该安息的时候啦，他的最后这一眼要延迁未来，那个眼看的未来呀、啊。所以跟各位菩萨说，我们延迁未来，延爱看到未来去了。常常听到吼，慈济人呐、啊，都说要对师父行，生生世世，那就是现在要踏过主踏经道信愿行。走在经，走在道，要用信愿行，我们走得到。师父的经是来自于六个字，为佛教，为众生。我的师父几秒钟的里面对我说这六个字，其他的话都没有，
因为呢时间很紧迫，你我师徒有缘，不可思议，今天皈依你就要为佛教为众生。我真的很感恩这一群法脉弟子对师父辛苦，还要呢被延迟会命，这都给大家人讲完头，莫忘那一年，莫忘那一人呐、啊，莫忘那一年，那就是要给大家人讲，第一无常，第二最重就是莫忘那一念，那一念心。跟师公之言，只是在这样的一念的缘呐、啊，你没有把握呢，今天就没有事证言呐、啊。因缘不可思议，就是在那一念间呐、啊。还有呢，跟师公也是来不及把握时间。现在我也要跟大家说，来不及把握时间。因缘呢，一松呐、啊，就消歇掉。因为分秒每天都带着我们的每一日的生命、老病，后面就是死。要家己好好把握啦。家庭呢，这个社区若无平安，这个家庭也无平安。天地无调和，这人类呢，绝对是受苦难。所以，人人应该把家庭过好来净化自己的家人，同时呢，也要度化社区，投入社会，影响天下。这都是很重要。应顺导师原籍于2005年的6月4日，时至今日已15年，毕生推行人间佛教，深信佛法是佛在人间，以人类为本的佛法。导师所提倡的精神理念，发扬延续至今，成为重要的佛法思想文化。上人谨记当年对导师的承诺，为佛教，为众生。此际弟子们则铭记上人的心愿，以师志为己志。此际四大志业、八大法印，皆为普天下众生佛法的精神，深根在社会各个角落，帮助暗处点燃光明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正言上人那旅足迹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